跑三坏满球数，三分差距的比赛。挥棒落空，潘武雄被三振呢。林家伟三振，潘武雄化解了十分的危机。六局上半，统一狮队没有得分，5-8，三分落后。哇，林家伟在三振掉了强棒啊，刘福豪现在是两出局了。这个成功的一个变化球。看起来是一个变速球了。change up， 一个压在马上冰块贴上去。两号三换满球数。这个球被拉掉。三振潘武雄没有出棒的一个变化球，林家伟，这次是潘武雄没有出棒被三振，曲球了。潘武雄曲球，手肘还想要有点往前，有没有？这个球是好球哦，无法躲了。